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下午呢，我的工作就是会采摘这些荔枝。我们看，现在已经成熟了哈。今天我会爬到上面，然后会把这些荔枝都剪下来的哈，都。把它的果剪掉。现在有一个比较困难哈，就是我要爬到上面哈。其实哈，有些在上面也是不好弄。可是我现在要爬到上面才可以采摘刀哈。其实上面哈是铁皮，所以现在还是很热。我现在就是爬在上面。我们看，这种的话哈，也算是已经成熟了啊。我现在我的工作哈，就是把这些的哈去剪。就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哈，有几个哈，这边也有，这里，我们这边还有很多椰子，可是没办法去爬到上面哈，每次爬都是很累，因为都是很高。我看那边哈，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剪下来了，是不好弄。稍等一下，我会。剪一下。稍等一下。这是我们家的荔枝。其实现在全部都要是爬到上面来。好，现在要爬。就是摇晃啊。
来再来看一下哈，这里啊，我看这里哦，看起来豆很好吃哈、哦，我看豆已经这样子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的视频呢先分享到此为止啊，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给我留赞、留下评论、订阅、关注我的频道。我现在要继续啊。把这些荔枝啊去采收完毕，好，谢谢啊。